这个时候，白棋应该加强一下这个角，这应该是个基锁。白棋应该走这边吧，白棋应该走这个，这是几所啊？实战站的这是大场，这个飞进来非常大，黑棋普通的话正常是搬，正常是搬在场吧。即便这样，其实黑棋也是有收获的。上边本身拆三等于把拆三补了，然后左边这个拆二也是比刚才厚很多很多了。这个基本都直接能围控了吧？接下来，就可以大围了。即便这样也挺好的吧？实战也没也不坏呀。首先那个拆三欠的棋给补掉了，花的棋也都是有价值的呀。实战结果黑棋还行啊。这结果黑棋还挺好，上边这个已经变厚了。白棋这个棋暂时是不会被吃，但是这个棋就很薄的呀。后来也没有，就算简单跳几个白棋也亏不少了。挡这个抢实地吧，这是，白棋很薄，所以根本就不敢走别的，容易被弄断了。当然黑棋往这边走一走也能考虑吧，反正黑棋挺好的。这白棋不敢跳远，只能跳到这儿，只能是让黑棋围呀。后来这个时候，黑棋走这儿怎么样呢？然后这个还是先手。然后再搬过来，战术比实战会棋形上各方面好一些。反正白棋始终都是不活的吧，不活就脱不了手啊，脱不了手他就一直亏呗。反正白棋这块始终是负担吧，他总得再走，是吧？不走也是被欺负，走的话就是花一手棋，然后少受点欺负，就是。所以这个棋是黑棋挺好的呀。就是等到，就是黑棋挺好的，没啥不好的。即便这样，黑棋也不差呀。
然后非这个再为的话，反正也有价值，但是，就感觉这个别的地方是挺大的。把那个给加强了，不只是围。那你听起来，你那个你不但限制我，还可以加强。把关机压。黑棋先往这边飞一个，再飞这个差不多。反正转了一圈，我感觉刚才黑棋还是应该走这个，感觉还是应该先走这边。这个对双中间这个出头的这个面儿差挺多的，因为白棋即便多几个，他这也没啥手段，暂时还是没啥手段，所以不怕他后，还是应该先走这边吧。黑棋走了一个挡之后，反而怕贴了，要没有这个挡，他好像就贴还没那么厉害。就是黑棋挡完之后，反而怕被破控了。没这个挡，黑棋就后来就没必要走那些棋了，又这边靠，又这边飞的是吧？挡完了，导致黑棋得靠这个，还得飞这个。我那个飞也不是小棋啊，直接出了平常小棋，飞完再飞一下，其实没那么大，那个飞也不是小棋啊。这挡是实地不小，但是它不是几所吧，就是，因为威胁不着白棋这个，左下白棋是活的，正儿八经头走过来，比刚才厚了不少。因为黑棋围控嘛，那就因为黑棋挡这个，所以就总想接着走吧。但这几下，黑棋也不见得能便宜吧。白棋也厚了。其实黑棋也挺想往这边走的，这时候方向上来说，好像那边比较大，他可能还担心左边有毛病，可能是。可以拆到这个非常大，白棋退好还是走什么好呀？现在我看就是，贴下来不知道怎么样，差不多，我们这还是要打断你。好话难说，这儿也挺难选择，这个地方也挺难选择的，这时候逼过来也是巨大的一手，但是这个大吃也很大。然后白棋就是，右下一带围一围，可以打入。
之后有点乱啊，搞不太清怎么回事儿，反正最后转换了。黑棋如果是这样活的话，这转换的话差不多，搞不太清，反正，白棋这个打入跟跳的交换是亏的，但活个角也不小。等于先手活的，因为外边有断点，白棋得补。差不多，搞不太清。实际上走这个，走这个，如果白棋忍一下的话，那活的就比刚才大多了。所以把你挡住了，然后是这样，黑棋也没搬做活去了，搬的话角被吃掉，可能这几个还得跑，对啊，跑还不见得能跑出去，又黑一活角去了，白棋也补上了。这样就是也算是转换了，黑棋，我把活钱吃累了去了。这个结果和刚才比，和刚才直接小飞那个比，是不是刚才那好一些？那我觉得这个输的还可以啊。或许差不多吧。然后这边接着走，带小金，小金压一个好像能考虑，压一个也能考虑一下吧。也是一场，虽然走这黑棋贴起来还是挺厉害的一手，让白棋有些薄。白棋这个如果去分段黑棋的话，这个风险太大了，吃不掉也围不到啥空。这风险太大，也不敢走，所以还是就简单走了一下，让黑棋连回去了。这样就收官了，收官应该黑棋空会多一些吧，这样。这样黑棋应该形势好一些。之前是有争子，现在已经争不了了。然后是这样。这个正常的差不多吧。后边官司还是有点乱，有些地方下的可能也有问题。这刺好像没啥用，不过也有点用。不刺，如果黑棋能弄过渡过去，好像挺厉害的。这个如果能渡过来，还是挺大的。这样黑棋把这个白子吃掉也不小。然后这小尖挺厉害的，小尖先手挺大的。黑棋如果再冲一下，不知道怎么样。
那就是老虎，搞行。再冲一下，不知道怎么样。如果他退再上去，应该会好一些。差不多，这打靶也不小，因为白棋占有可能是先手。就是前面这个时候，也不知道走啥，这个粘还不一定粘得到，前面走也不一定粘得到，因为刚才白棋不算后那边。这样都正常关子儿了。胡一个没打吃，打吃是不行的。打吃的话，可能是粘变先手，有可能是吧？所以胡这个了。后边都正常的，没太大出入了，应该是。后边好像都差不多吧。感觉还是开局这个地方，白下的有问题。应该是先占这个棋所的。这个飞进去挺厉害的。白棋这块棋其实虽然一直没有死活问题，但其实一直是受牵制，算离孤棋不远儿那感觉。一直受牵制，导致。上边、左边、中间走棋挺累的，下的。看着头出来了，其实挺薄的。这步子都不敢迈大了，迈大了怕被断了，不走怕被攻击。即便补一招还没完全脱离危险，也不是危险，就补一招之后还是有点受牵制。反正别的地方走棋不好走，这一带应该是黑棋好一些吧，后面右下角不知道怎么样，右下角差不多搞，右下角这个得失搞不太清，黑棋上边都挺顽强的，这个如果黑棋软弱一下的话，被白棋压一个就差挺多的。我靠的还不是你呀，我靠的还是你靠进去打入进去，我靠的是你。这样中间这个后薄眼位目数都差挺多的。其实我靠的更多还不是你呀，你会打入我更怕的是。所以这个地方好像，反正靠住有可能比实战会好点儿，感觉。这样外边的后挺多，不至于被搜刮。就是后来。白棋全是断点，还得自己补。这个白棋这一串后来是还得补好的断点，这亏了不少，感觉是，也不能亏，反正都是黑棋全力。后来，那前面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下法。后面白棋好像机会不多了。好看其他地方呢。没有了，拜拜。好，那摆到这儿。